非常好，就是这个搬腿，然后前面会抬一下，抱一下腿，往上抱，往上抱，主要是拉这个大腿，这个韧带往上抱一下。我这地方没法压腿，没法压腿的话吧，大家可以压一下腿哈，每次稍微压一下腿，压个一分钟、两分钟，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往前推进哈，就这样就练一下。你像咱们讲过的马步啊，马步练一下啊，就练一下你这两个腿上的力量，这个练下盘。下盘稳，你做什么都比较稳，就不会说晃来晃去。如果你的马步扎稳了，那别人来推你都推不倒。那你就说你要遇到这个被人袭击的时候，你首先自己是有力量的啊。马步弓步，小瀑布。好，这边能下去的就下去，下不去的呢没有关系啊，高一点，你知道这两边侧是这个瀑布哈，然后是虚部，虚部可以低可以高，但是你要知道虚部，虚部就是重心在后面啊，两边都练一下，虚部，然后是歇部。歇步现在咱们24式太极拳里面没有，但是呢能练呢你练一下，以后太极功夫扇里边有，还有这个42式太极剑里边有，太极拳里边也有。32式太极拳里边也有歇步，好好。那么咱们完了以后呢，活动活动脚腕，活动活动手腕啊，平时也可以掰一下手，这样掰一下手腿长的时候力长出去好。像我这个年龄大了也掰不过来了，这个就这样吧。那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这个24式太极拳。24式太极拳呢，我们已经讲了3组了哈，咱们呢还是从第一组开始复习，复习完了以后呢，再开始接下面的3个动作。那么咱们上次也是讲到单边了，我就是正面对着大家啊，讲到单边了。那么咱们呢，就从第一个动作开始做到这儿，然后再往下讲啊。好，跟着我做哈，预备，起势。屈蹲下按，后右脚转身往左边走，我因为我是正面对着大家，左前方45度，左脚上步，弓步分手，重心后坐，贴脚翻手，手脚抱球，右前方45度上步，弓步分手。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重心后坐，撇脚翻手，收脚抱球，左前方45度上步，弓步分手。好，咱们接下面的动作，来推回来啊。好，弓步分手，下一个动作是白鹤亮翅，右脚收半步，右手翻手和左手变成一个阴阳掌抱球。那么重心后坐，右手上挑，左手往下拉，左脚调整变成一个虚步，这是白鹤亮翅。下个动作是搂膝傲步，首先是右手往左边摆，左手往右边摆，右手起来摆掌，脚收回来，左脚收回来，那左脚继续左前方45度上步，弓步不是弓步啊，是上步屈臂落掌，弓步的同时搂手推掌，身体保持中正，搂膝傲步一，搂膝傲步二，重心后坐，倒重心，撇脚，脚尖外撇，
收脚摆掌，左手往上摆，右手在这个左臂的内侧。那右前方斜45度上步，右脚上步，上步屈臂落掌，弓步搂手推掌。好，下一个搂膝二步三，重心后坐，偏脚扳手，收脚摆掌，别忘了您就向翻一步，屈臂，上步屈臂落掌，弓臂搂手推掌。好，这是三个搂膝二步，三个搂膝二步完了以后，下一个动作是手挥琵琶，右脚还是收半步，重心后坐，身体右转，右手往回带，左手往回带，然后在左脚跟着地变成一个虚步，两手合掌在你的胸前，这是一个合掌啊，就是比较。下一个动作是左右倒剪红，咱们学过了哈。好，往前一点，因为倒剪红是往后走的哈。好，第一个，左右倒剪红，右手打开往后看，两手同时打开往前看，提膝屈臂，退步推掌，左手往后走看后面，两手同时打开看前面。提膝屈臂，退步推掌。你看这些退掌的动作呢，都是虚步啊。然后下一个是右手往后走，看后边，两手打开看前面。提膝屈臂，退步推掌。好，左手打开看后面，右手打开看前面。啊，右脚提膝。屈臂退步推掌，这是四个左右倒转弓哈。完了以后，下一个动作是揽雀尾，咱们学过了。啊，收脚抱球，左前方上步，弓步捧手，还是这个右手在右胯的外侧，左手在你的左边的眼睛的外侧。和那个野马分鬃稍稍的有所不同，好，两手缓缓前送，后捋，捋的身后斜45度，胸前打手，弓步前挤，右手从左手的手面上滑过去，两手平行后带，重心后移，重心前移，弓步前按。这是左揽雀尾，左脚内扣，两手摆过来，右脚收回来抱球，右手翻掌和左手变成阴阳掌。好，右前方45度上步，弓步捧，脚后跟记在外面啊，捧手，我们两手缓缓前送翻掌，重心后捋，胸前。打手，弓步前挤，左手从右手的手面上滑过去，两手平行后带，弓步的同时前按。好，右脚尖内扣，两手平行往左边摆，摆到右手在你的身体的正中间的时候，右。左脚收回来，右手翻掌出去，雕钩单边，这是这个动作上次咱们学过了。好，左脚出步，手边身体边前移，边慢慢的翻掌，脚后跟外脸，弓步推掌，这是单边。好，单边的第一个单边啊。好，咱们今天学新的。那么单边完了以后，左脚内扣，左手往右边摆，右手勾放开变成掌，勾边掌，然后再开始往左边匀，这是下一个动作是匀手。那么匀手一，往左边匀，翻掌，两个手同时翻，
这个时候是在下面，这个时候翻掌朝上，这个时候在上面翻掌朝下，一手脚按掌，那么转过来再往回匀，右手由下往上，左手由上往下匀，这个动作一定要多练啊。好，往右边匀，那么匀到右边以后翻掌，两个手同时翻掌，好，按掌，二撤左脚变成第二个匀手，那么左手往左边走，右手也跟着往左边走，那么到了左边的时候右脚收回来按掌，然后这是第二个匀手，那么继续右手往右边走，左手也跟着往右边走，走到右边的时候到了右侧了，然后翻掌撤步，这是匀手三，好，往左边匀，这是三个匀手。那么大家在做匀手的时候呢，不要说忽高忽低，那你就是说腿不行蹲不下去，那你就不蹲，站着也没有关系，但是一定要知道匀手啊。那个我教的时候是告诉你翻手是停下来的，你在做的时候呢是绵绵不断的啊，匀手是一二啊，但是你知道这个一二三是在这个你翻掌的时候是一个二，是一个撤步按掌，匀过来以后收脚，然后再做下一个三，哎，你知道是这样行的。匀手呢这个动作在我教这个学生的过程中是一个比较难的，看上去很容易，但是呢做起来呢有一定的难度。那么大家在练的时候呢是从单边开始，单边开始，然后手左手勾变掌，左脚尖内扣，左手下来，那么右手往下沉，那么收过来以后到左边开始按掌，按掌的同时这个左右手就翻过来了，左手也翻过来了，那么左手右手呢就从下面往上走，实际上它是一直都是在画力圆。那么像是我们在洗脸啊，往洗脸一就是轮换着是画力圆，这个呢学过的就不难了，没学过的这个动作做起来呢有一定的难度啊。我再多讲一下这个匀手啊，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在家里多练这个动作。好，左脚尖内扣，左手右摆，右手勾变掌，那么开始往左边匀，收脚翻掌，右匀撤步按掌，左匀收脚翻掌，右匀撤步按掌。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不管你是高是低，不要忽高忽低，就是一直保持在一个水平上啊。就是说你比方说你能低，那你们就低，就一直是这么高啊。你要是不能低，那么你就一直都高一点都没有关系，微蹲站着都没有关系，但是呢不能忽高忽低啊。好，咱们就接上下一个动作呢，咱们这是今天学的第一个动作啊，第一个动作还是从单边开始，这个动作难吗？咱们得多做几遍啊。好，单边匀手一二三，那么下一个动作呢也是单边，下一个动作这个单边呢在匀手过来以后，右手到身体中间的时候右脚收回来半步，右手从下边往上走，画一个圆过来翻手雕钩，还是单边。那么咱们学过单边了就知道怎么做了，还是单边。接下一个动作呢就是高探马，高探马呢是勾变掌，右脚收半步，两手打开，有点像倒卷弓的那个动作，屈臂虚步推掌，左手往回拉，右手往前推，那么左手在你的身体外侧
推掌，是高探马。这是今天我们学的这三个新的动作。那么我背对着大家呢，咱们再练习两遍哈。好，从单边开始，看一下。好，从单边开始。好，云手一，一。二，三，单边，右脚收半步，右手勾变掌打开，重心后移，移到右腿上来，右手屈臂。左脚调整角度，屈步推掌。好，这是今天学的三个动作。那么，刚才没讲这个云手的过程中，你的这个脚的这个力度啊，脚过来以后，一两个脚相差10公分左右到15公分啊，二。好，这个脚两个跟过来以后，不要并在一起，要有这个一拳或者是两拳的距离就可以啊，就是10公分左右。那么脚收回来以后啊，就是一、二啊，你自己调整好吧？这是这个云手的这个脚的这个做法。那么咱们再背对着大家，咱们再练习。一遍啊，两遍，好，单边，云手，一，二，三。单边。高泰马，好，再练一遍啊。单边开始，元首一，二。三，单边，高泰马，好，这是今天学的三个动作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背对着大家，从第一个动作开始，我们练的这个动作。那么我就不那么详细的这样讲，但是呢，我会非常的慢，大家能跟得上啊。从开始，好，预备，一，预备，起势，野马飞踪一。二，三，白鹤亮翅，我回来啊，白鹤亮翅。搂膝二步一，二，
三。手挥琵琶。左右倒卷弓。一。二。三。四。我要往前走啊。四。左揽雀尾。横，女，几，按，右揽雀尾，横。吕几按单边单边云手一二三单边高看马，好，看一下时间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因为咱们这样呢，就练了很多遍了，大家呢可以自己在家练一下哈。如果要是大家有不明白的，可以在群里留言啊，也可以这个在这里提。那么现在呢，咱们就开始打这个二十四式太极拳，从头开始打啊。这四式简化太极拳。起势，左右野马分工一，二，三。楼西奥布一二三手挥琵琶
缺尾，同鱼及爱又难缺尾，咱们再接着打那个大五和一进经啊。健身气功大五预备式，并步站立，周身中正，自然呼吸，心平气和，面带微笑，目视前下方，上托，悬腕，上抱，内收，下按，昂首式，开步。
两臂侧起，下蹲，抬头翘尾，起身，上抱，下按，开步，两臂侧起，下蹲，抬头翘尾，起身，上抱，下按，开胯式，上步，内收，开胯，上步，内收，开胯，退步，内收，开胯，退步，内收，开胯，起身，转正，上抱，下按，撑腰式，靠右脚，提膝合掌，蹬腿，上步，前伸，提踵，上引，后坐，抬头翘尾，前伸，提踵，上引，后坐，抬头翘尾，起身，右转，提膝，蹬腿，上步，前伸，提踵，上引，后坐，抬头翘尾，前伸，提踵，上引，后坐，抬头翘尾，起身转正，分掌，下按，正体式，起身，两臂侧起，下抱，握固，上提，下落，抡臂，握固，下落，转身，抡臂，转正，下抱，握固，上提，下落，抡臂，握固，下落，转身，
轮臂，转正，下抱，卧固，上提，下落，轮臂，卧固，下落，转身，轮臂，转正，下抱，卧固，上提，下落，轮臂，卧固，下落，起身，两臂侧起，上抱，下按，揉脊式，重心左移，收脚，伸臂，引腰，起身，重心右移，收脚，伸臂，引腰，起身，重心左移，收脚，伸臂，引腰，起身，重心右移，收脚，伸臂，引腰，起身，抡臂，两臂平伸，上抱，下按，摆臀式，俯身下按，上提起身，合掌下蹲，摆臀推掌，收回，摆臀，收回，摆，收，摆，收，顺时针，一，二，逆时针，一，二，分掌，后穿，摩运，上抱，下按，磨肋式，起身，两臂侧起，转身抡臂，俯足，退步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俯足，转身抡臂，俯足，退步，
一，二，三，四，腹足，抡臂转正，上抱，下按，飞身式，上步，起，落，起，落，起，落，起，并步，挥臂转身，回旋，还原，退步，起，落，起，落，起，落，起，并步，挥臂转身，回旋，两臂平伸，收势，上抱，下引，上抱，下引，上抱，下引，两臂自然下垂，整套功法到此结束。好，我们开始练易筋经啊。健身气功易筋经，预备式：两脚并拢，松劲站立，头正颈直，百会虚里，目视前方，目光内涵，呼吸自然，心平气和。起势，左脚侧开半步，平行站立，目光内涵，神不外驰，韦陀献处第一式，两臂向前抬起，与胸前合掌，目视前下方。韦陀献处第二式，抬肘，双臂平伸，水平外展，坐腕立掌，怒目，松腕调肘，双臂水平内收，韦陀献处第三式，翻掌，上举，提肘，上抱，
锅，落泉下落，摘星换斗式，身体左转，左摘星，右换斗，两臂自然平展，身体右转，右摘星，左换斗，倒转九牛尾，撤左脚，握拳，撞，掌，撞。转展上步，撤右脚，握拳，转掌，转掌，转掌，出爪亮试试，展肩握胸，推。松，收，于胸前立掌，展肩破胸，推，松，收，于胸前立掌，展肩破胸，推，松，收，于胸前立掌，九尾拔马刀式，右转，轮臂。活儿展，两肘合，开，合，开。转正，两臂自然伸展，轮臂，活耳，两肘展，合，开，合，开，合，转正，两臂自然伸至侧平举，转掌心向下，三盘落地式，侧开半步，下落，开，捧，起，翻掌，下落，开，捧，起，翻掌。
下落。左脚收回，青龙探掌式，后指卧步，收拳于腰间，伸右掌，曲肘成龙爪，左踏下按，探地，转掌，握步，起，伸左掌，曲肘成龙爪，右踏，下按。探地，转掌，握步，起，收拳于腰间，卧虎扑食式，后右脚转身，兵步，前扑，俯身，下按。起身卧步，后左脚转身，凌步，前扑，俯身，下按，打弓式。起身，后右脚转身，收左脚，两臂侧起，眼耳明天，一、二、三，前屈。伸掌，再前屈，伸掌，伸掌，把耳双掌前伸，吊尾式，食指交叉，翻掌外撑，内收，下按，抬头，左摆尾，抬头，转正，右摆尾，抬头转正，左摆尾。抬头转正，右摆尾，抬头转正，左摆尾，抬头转正，右摆尾。
正，起身，收拾，收工，上报，下雨。上报，下雨，上报，下雨。左脚收回，两臂自然下垂。练功到此结束，祝大家精神愉快，身心健康。好，今天结束了，今天因为讲二十四式太极拳脱堂了啊。大家再见啊，礼拜四见。好的好的，谢谢琳达老师啊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不客气，好了好，那边时间。你那边你那边十二点，你那边我们这十二点了啊，你那边是。我这边九点已经脱堂脱了五分钟，今天。